烧烤店的烤鸡肉在家怎么做出饭店的味道呢？五块一个的鸡胸肉，斜刀切成厚片，下葱姜蒜、料酒、蚝油，两勺烧烤酱，抓拌均匀，腌制十分钟。平底锅里面刷油，不嫌麻烦的点个小红心吧，谢谢你哦。用煎的比用烤的更能守住水分，每个面各煎2分钟就熟了，鲜嫩多汁，一点也不柴，太美味了。